密宗拳复身剑是密宗拳达人系列双期结宗、元婴期间并练的一种套路。这种套路注重实战，技法高深，阴阳齐正，变化多端。这个套路的动作严谨慎密，节奏分明，刚柔相济，攻防有度，体现了潇洒大方。 身形兼备，连绵不断，协调圆滑的特点。其主要技法有颠、刺、撩、摸、搔、担、摔、砸等等。下面我们进行复身剑。 动作的演练与讲解，首先把复身剑整套动作完整的演练一遍，由刘尊奇进行演练。 下边进行足段分动作的讲解和示范。首先把第一段的动作完整的做一遍。下面进行第一段动作的讲解和示范。首先讲预备式，预备式的姿势是这样的。 两脚并不站立，左手反握扶撑及肩并，使扶撑及肩并垂于左臂后，双并朝下，右手五指并拢，贴靠于右腿外侧，目平视前方。第一段的第一个动作叫百合两次，动作要领是这样的：左脚前迈一步，双腿屈曲。 撑坐弓步，右手扁剪子向前伸出，略高一剪，同时左手握剑佛撑后摆，目视左方。第二个动作叫双龙吐珠，动作接上式，身体右转，右脚向左脚内侧并步落地，双腿屈起撑并步。 同时俯撑向前左带，右手握剑向前下方劈点。第四个动作叫拨云见日，右脚后退一步，身体右转撑右弓步，同时右手握剑随转身向右下方劈落，俯撑向头前方盖撒。 上动不停，右手握剑，曲肘手右腰侧后向右上方穿插，俯撑向左下方扫击，同时左腿屈膝提起，撑右独立步，目视左方。
这个动词的积极含义是这样的。对方吃器械跟我总上盘，又见外割对方的器械佛尘皮单对方的面部。下一个动作叫燕子传令，动作接上世博运检日，身体稍微左转，左脚向前落地，随即右脚向前上步，同时俯身前劈并向左后弹击，右手握剑向前下方劈落，身体左转，使剑于身体右侧那逆时针画一里圆，俯身稍后带，身体继续左转，剑向右平刺，俯身横架于头左上方。下一个动作叫苏秦北剑，动作接上式，左脚向左落地，即自右脚经左腿内侧前上一步，脚尖内扣，身体左转180度，称双器械随身转，俯身前剑向后一次，右前一次向右前方劈落，接上动不停，左腿向右腿后擦步，双腿齐屈成右斜步，同时俯身横架于头上方，右手握剑向右下方劈落，目视剑身。用途，这个动作的用途是这样的，对方吃器械攻我下盘，俯身向下单击对方的器械，剑向前方劈了对方。下一个动作叫金蝉袭浪，动作接上式，双小臂于踢左侧交叉，剑左俯身右，左臂在上，同时右脚向前上步，身体左转，右手内旋画弧上摆，左手外旋画弧下摆，左臂曲肘左带俯身至胸前，右手握剑向右平展，同时左脚盘于左右大腿上，右脚屈膝下蹲，目视剑身。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吃器械攻我前方，俯身缠脚对方的器械，剑斩对方的头部。第一段的动作演练完毕。下面做第二段的动作，首先把第二段的动作完整的做一遍。第二段的第一个动作叫捞菌呼噜，其动作是左脚向左落地，身体左转，右脚向前探体，同时俯身向左上方撂单，右手握剑向前撂击，身体继续左转，右脚向右平铺成右瀑布，同时右手握剑反背向右推前穿刺。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吃器械
跟我总上盘，浮沉缠了对方的气节，见了敌身。下一个动作，画龙点睛，其动作是接上式，重心前移，右腿屈膝，半蹲呈右弓步，右手脚尖并前刺，目视尖尖，身体左后转，左脚后退一步呈右弓步，握剑向前平刺，浮沉向右，稍至右肩上。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持器械攻我前方，用剑脚压对方的器械，并顺势刺对方的总盘。下一个动作叫野里藏花，动作接上式，右脚后退一步，身体右转，右手握剑，由左颈提前向右向上向左绕行一周，浮沉由右向上向左下绕行一周。用途，对方持器械攻我背部，浮沉用力下震对方的器械，剑向后劈对方的身体。下一个动作叫变撒金钱，动作要领接上式，身体稍右转，剑向前上方撩起，浮沉向下向后摔撩，同时左脚向前撩踢，目视前方。这个动作的积极含义，对方持器械攻我前方，剑向上交架敌人的器械，左脚踢撩之。下一个动作叫王母显桃，动作接上式，左脚向前勒地，双器械一次后劈勒后，后劈勒后并向身体前方撩起，同时右脚前上一步。下一个动作叫青龙回首，接上式，身体左转，双器械向左向左前一次下劈，浮沉下绕至右腋下，右手握剑向右后翻撩，同时左脚向右脚后擦步，浮沉向身体前撩起。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于左侧进攻我，转踢浮沉下单，用剑劈砍对方的身体。下一个动作叫云中现身，动作接上式青龙回首，身体扫起，身体左转270度，双器械在头上方那逆时针运转约半轴，浮沉向前下单击，右手握剑将子摇右侧，下一个动作叫夜撒探海，动作接上式，右脚向前上半步，身体前伏，右手握剑向前平刺，浮沉后撩，同时左腿屈膝后伸，目视前方。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与前方持器械攻我，浮沉缠脚，左带剑向前平刺对方的胸膛。
下边进行第三段动作的讲解与示范。首先把第三段的动作完整做一遍。第三段的第一个动作叫白蛇吐信，动作接上式，左脚身后落地，身体左后转，呈左虚步，浮尘向左后扫，剑向前平刺。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持器械攻我背部，浮尘外扫对方的器械，剑平刺对方的身体。下一个动作叫龙凤点头，接上式，左腿前上半部屈膝，右手握剑，臂内旋，使剑尖逆四肢方向，脚尖一轴。浮尘同样做脚的动作，目视前方，剑和浮尘脚动同时向前走三步，右脚向前上步屈膝半蹲，呈右弓步，右手握剑向前平刺，左臂曲肘使浮剑立起，目视前方。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与前方持剑攻握，剑于身前缠压脚挑对方的器械，并顺势向前刺对方的胸盘。下一个动作叫敲腹纹路，接上式龙凤点头，身体左转，双腿屈膝呈左虚步，右手握剑平架于头上方，浮尘前扫并指向前方。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持器械攻握上盘，剑架对方的器械，浮尘劈摔对方的面部。下一个动作叫跳挂连环，接上式敲腹纹路，左腿后退一步，同时俯身向右后翻了，右手握剑向左挂剑，右腿屈膝后踢，右手握剑向右挂剑，俯身向左前方单劈，右腿向后落步呈左弓步，同时剑向前下劈落，浮尘向左后撩击，目视剑身。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持器械前方攻握，浮尘向外扫带，剑劈对方的身体。再快做一次。下一个动作叫墨砚点水，接上式，身体右转270度，器械随身转，左脚向右脚内侧落地，呈左顶部，右手握剑由左向右下方劈点，浮尘斜居头上方。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持器械攻握，身体内闪，身体闪转，剑劈点对方的手腕。下一个动作叫翘仔魁星，接上式砚墨点碎，身体左转，左脚前上一步屈膝呈左弓步，浮尘向前向左扫击，
右手握剑向前上方刺出，木子前方。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持器剑攻我左上盘，俯身向左缠带对方的器剑，剑刺对方的后脖部位。第三段的动作演练完毕。下边进行第四段动作的演练与讲解，首先把第四段动作完整的做一遍。第四段的第一个动作叫宴乐平撒，动作要领接上式翘在魁行，身体右转，右脚向右平铺呈右瀑布，俯身向左上平摔，右手握剑向右平扫。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持器剑扫击我中盘，速耐神躲过，并快速扫对方的下盘。下一个动作叫迎风撩尘，动作接上式，身体重心前与右推，俯身向右肩前弹击，并按顺时针方向摇身体一周，右手握剑，使剑尖斜向下，绕于左肩侧，双器剑同时向前上方撩击，双器剑向上撩的同时，左脚前上一步，拇指前方。用途：对方持器剑四面攻击我的时候，用双器剑绕身体各拦对方的器剑，并用双器剑撩击正面进攻的敌人。下一个动作叫玉女穿梭，其动作接上式，右脚向前盖步，双器剑外绕，并与胸前交叉，双腿屈膝下蹲呈斜步，同时上提前俯，右手握剑，经左肋向左后方穿刺，俯身撒于右肩上，目刺剑尖。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持器剑于背后扫我中上盘，身体下蹲，剑反刺对方的下盘。再扩作远。下一个动作叫三系牡丹，接上式玉女穿梭，身体立起，两小臂与胸前交叉，并弧形翻肩坐摆，使剑俯身完成双腕花后，右手握剑向右平摸，俯身随之，同时左脚向前上，双腿屈膝呈左虚步，左腿向左跨半步，右脚向右上半步，
称右徐肩部，同时啊，双小背与胸前弧形翻肩右摆，双气节完成肩腕花后，俯身向左扫胆，见水字，左脚向前上步，双臂与胸前向左翻肩，使剑横于左胸前，俯身翻字。下一个动作叫一尾渡江，动作接上式，右手握剑向左平扫，俯剑翻字，同时右脚向前探踢，目视前方。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持气节正面攻我，双气节向外扫击对方的气节，右脚探踢对方的身体。下一个动作犀牛望月，动作接上式，右脚提前落地，脚尖内扣，身体左转，俯身向头左前蛋劈，右手握剑向左上方劈点，左脚向右后抽落插落，同时右手握剑向右后上方撩起，俯身摆于胸前。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持气节攻我左侧，俯身向左上单踢对方的气节，剑向前下，向剑下劈。下一个动作踏浪扑柴，接上式犀牛望月，身体左后翻转，双气节随身转，俯身向前劈盖，右手握剑难于右腰侧，右脚前上一大步，左脚随之，双腿屈膝成左跪屈步，同时右手握剑向前下方刺出，俯身向左后扫撩。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持气节攻我前方，俯身缠脚，剑刺对方的下盘。下一个动作韦陀拦路，接上式踏浪扑柴，左脚后退半步，重心后移，右腿屈膝上踢成左独立步，同时右手握剑与身前绷起，俯身由身后立起。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持气节攻我前方，速退步，剑挑底腕。第四段动作讲解完毕。下面进行第五段动作的讲解与示范，首先把第五段的动作完整做一遍。第五段的第一个动作叫仙姑挑拦，动作接上式，韦陀拦路，身体稍左转，右脚向左脚内侧点地，同时俯身向右腋下平扫，右手握剑，使剑身经胸前向右平摸。这个动作的用途是这样的：当对方持气节攻我前方，剑向外推割，并顺势消磨对方的胸部。
下一个动词叫采喝畅销，结上士弦鼓挑来。身体左转360度，左脚向前上步成擦步，双手持器械于头上方那逆时针方向运转半轴半，将至胸前，右手握剑颈右肋向后穿刺，俯身右扫。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持器械攻我从上盘，双器械外割对方的器械，速转踢剑头刺对方的中盘。下一个动作野马分鬃，接上式采喝畅销，右脚向前上步，身体左转，双器械上举，侧向绕行至胸前交叉，左脚向右后擦步，双腿屈曲成斜步，同时双器械上举，并于身两侧向下劈落。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持器械左右攻握，剑顺低器械劈低手腕，俯身左杀地面。下一个动作叫藏龙引桨，接上式野马分鬃，身体左转270度，左脚向前上半步，双器械随身转，并依次向左下方劈挂，右脚前上一步，右手握剑外挂，俯身向胸前劈落，俯身左绕头上方，右手握剑向前下方劈落，同时左脚贴于左腿过窝处，右腿屈膝半蹲。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持器械左侧攻握，俯身担待对方的器械，剑挑刺对方的下盘。下一个动作叫落地攀滑，接上式藏龙引桨，右腿直起，左腿前上一步，脚尖内扣，身体右转180度，右脚后退一步，双器械随身右转，并于头上方拿顺时针润绕一轴半，将至胸前交叉，左脚向右后方抽步，双腿屈膝成斜步，同时右手握剑向右后平扫，俯身于右腋下随身摆动。第五段的动作讲解完毕。下边进行第六段动作的讲解与示范，首先把第六段动作完整的做一遍。第六段的第一个动作叫太空钓鱼，动作要领接上式落地攀滑，
神梯里梯扫坐砖坐推牵上一步俯身向前弹击右脚牵上一步右手握剑向右后劈落同时神梯左后转右手握剑于神右侧逆四指方向绕一轴神梯继续左转右手握剑向右上方撂起俯身横于头上方同时左腿屈膝提起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吃气节与前方攻握俯身交对方的气节剑劈对方的头肩部位下一个动作叫八仙过海接上式太空跳跃左脚向左罗布屈起半蹲称左弓步同时俯身向左劈并下扫至右腋下右手握剑向左劈垫身体左转俯身向前上方撂杀右剑向右后反撂同时右脚向前探踢木子前方用途对方吃气节攻握前方俯身缠对方的手腕脚探踢对方的中盘下一个动作叫白马反踢接上式八仙过海右脚前方落地屈膝上踢前扑右手握剑向前平刺俯身向后反扫同时右腿向后反撂用途对方吃气节前后攻握剑前刺推佛尘后撩下一个动作弯弓射弧接上式白马反踢左脚后方落地身体左后转双腿屈膝成左虚步俯身向头上方横架右手握剑向前平刺这个动作的用途第一后方攻握俯身上架对方的器械剑刺对方的胸腹部下一个动作倒塌骑行接上式弯弓俯伏左脚后退一步俯身前劈同时右手握剑右挂右脚后退一步屈膝成左弓步同时俯身向左后扫右手握剑向前下方劈落下一个动作过劳杆履接上式倒叉骑行身体右后转双器械随身转右手握剑向右前上方劈落并向右撩挂俯身向前上方单劈左脚向前上一步屈膝半蹲称左弓步右手握剑向前上方劈落同时俯身右扫至右腋下这个动作的用途当对方吃气节攻握前方俯身并下压对方的气节剑劈对方的头肩部位下一个动作乌云凿月接上式过劳杆履身体右转双气节于头上方拿顺四指绕板轴剑上架俯身至右腋下同时右腿屈膝上踢称左独立步下一个动作顺水推舟接上式乌云凿月右脚向后擦落身体右转称右弓步同时右手握剑经胸前向右前方横向推出
腹沉于右腋下，随踢前行。这个动作的用途，对方吃气间拱我后方，见向外，难推对方的气间，并顺对方的气间向前划攒对方的手指或者是手腕。 下一个动作叫毒蛇出动，接上式顺势推肘，身体左转，右推稍前移，双腿屈膝撑，右跪起步，同时腹沉前撩上架，右手握肩向前平刺，目刺前下方。用途：对方于背后吃气节拱我，腹沉上撩。 对方的气间，渐次对方的身体。下一个动作叫龙吟在天，接上式毒蛇出动，身体右转，右手握肩向右上方劈落，随之腹沉向右前方劈落，右手握肩由右腰部上举至右肩前。 接腹沉后，继续向右上方刺剑，同时左脚掌虚点于右脚前，左手扁掌向南于右腰后，拇指前方。下一个动作，怪力上阵，接上式运龙在天，右手握双气间下降至右肩前。 明白。左手反背接双膝间，同时左腿屈膝提起，右脚向前落地，身体左转，左背后掰至左腰后，同时右脚向前上方提起，右手与胸前拍击脚面。下一个动作，仙人指路，动作接上式。 右脚向右后方落地，身体右转，右手握肩向身后摆动，同时左背屈肘于胸前，摆于胸前，左脚移于右脚前，脚掌着地撑作虚步，同时右剑指向前伸出，左手反背后举。 下一个动作是手势的动作。左脚经右脚内侧后退半步，右脚后退与左脚并拢，左手握双膝间，并自然下垂于身体左侧，剑尖朝上，右手剑指前划一圆后，垂踢右侧，目视前方。 腹沉剑的圈套动作到此讲解完毕。
you.